好，我是陆少奇，另一位同学他是赖永瑞，我们的指导老师是许家修老师。我们所研究的主题是换新的真的比较好吗？探讨耻骨侧韧带重建手术 （Tommy John 手术）的原理以及对于投手表现之影响。研究动机：我们热爱棒球，而且对2002年到2010年。在日本职棒投出佳绩，2011年投效美国职棒投手陈伟英的职业生涯十分有兴趣。他的手臂韧带曾经受过伤，伤后曾经接受过耻骨侧韧带重建手术，又称为 Tommy John 手术。术后重回球场，我们十分好奇这是怎么样的手术。能成为许多手臂韧带曾经受伤的棒球选手重回球场的救星，而恢复健康回到球场的棒球员，成绩也有一些不错的进步。因此，我们想要研究这个手术是怎么让棒球选手表现更好。投球时的运动机制和运动伤害，在投球时。手臂主要参与运动的骨头有肱骨、削骨、尺骨，还有3条韧带：外侧侧副韧带、内侧侧副韧带、削骨环状韧带。在投球时，手部肌肉如肱二头肌、内上髁屈肌、内旋肌群等，会产生作用力于手肘内侧之后产生张力。且在手肘韧带形成一外翻之作用力，使手部前进，让球加速。肱二头肌在作用力与产生内侧张力的过程中，也需要3条主要韧带产生大量伸张力将手拉回，才能投一颗快速的球。运动伤害，如果投球时施的力道太大，也就是强度过大，会造成过度伸展，将使内侧侧副韧带、内上髁屈肌、内旋肌群与尺神经受到伤害，而在外侧的压迫力也会造成韧带损伤。在投球时，手部力道会下降，让球容易被敌对打击，而球也会变得不稳定，在手部会造成淤青，严重时甚至引起发炎。有时也是重复动作造成疲劳，也就是耐力负荷，过久会造成韧带疲累和运动伤害。因为在棒球投手受到手臂伤害的原因，不外乎是投球太多，而且这些球也是快速球，在过程中要避免过度训练或是连续投球，才不会造成韧带受伤。再来是 Tommy John 手术的过程。Tommy John 手术又叫做耻骨侧韧带重建手术，手术过程大约持续1个小时。在进行这个手术的时候，首先要在手肘关节2侧之骨头上面钻洞，然后再剪下身体上面其他部位要接上关节的肌腱，以八字缠绕在被打洞后的肱骨上面。肱骨和尺骨上面，以加强肘关节的稳定性。最后连接上臂骨骼和下臂骨骼的肌腱会产生类似原本韧带的功能。再来要讲的是韧带化时期的康复，在手术完成几个礼拜内要开始复健训练，在这段时间还是要以石膏固定，因为新移植上去的韧带还是会十分的脆弱。如果没有接受训练，手部肌肉会造成萎缩，而投球力道也会不如从前，因此复健是必要的。在这段时间，复健需要动作有重复进行手肘伸展弯曲，使肌腱开始适应它的工作，而身体也会开始调整运动机制，称为韧带化。韧带化分为3个时期，第一期是植入物愈合早期。大约是在手术之后3到4个礼拜内，细胞会开始愈合，而一些较旧的细胞也会被淘汰，因为支撑的组织尚未完全长出来。通常在这时候，选手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复健或休息。接下来是第二期，植入物愈合增殖期，
大约在手术后两个月，细胞活性在这时候会最大，而且会不断的分裂。此时已经可以增加一些张力了，但是还是需要以石膏固定，可以做一些基本的伸展运动和张合运动。最后是第三期的植入物完全韧带化期，在手术后3到4个月，新植入的韧带已经可以适应新环境了，软骨组织也逐渐的长好，可以开始像原有韧带一样功能，但在这时候可以承受的力学强度也会逐渐增加，这时候可以开始进行肌力训练，但是需要谨慎评估运动的强度与时间，需要十分小心，不能过度的使用，且慢慢增加强度。因为攸关球员的未来，在复健训练中，最好询问队内的医生以及复健治疗师的专业意见，逐渐向之前的水平恢复，大约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回到场上去投球。还是数据讨论，这三位球员在接受手术以及之后重要的韧带化时期的康复后，总出战局数都有恢复原本的水平。这边可以看到陈伟英在2007年进行复健，2008年的总出战局数就有恢复到原本的水平，甚至更超过之前。再来还有福田佳子，他是在2014年进行复健，水平有恢复到原本。然后最后是 Tim Hardison， 在2008年进行复健，水平似乎有超过以前蛮多的，所以我们可以推论这个手术可以恢复选手的投球能力。结论：从我们举出的三位曾经接受过手术的优秀职棒球员，或是其他没有列举到但曾经接受过此手术的球员，在手部受伤之后接受 Tommy John 手术之后，不但成绩有恢复到水平，有的甚至比原先更进步。但是根据我们查到的所有资料，并不是只因为接受手术能力变得比原先更厉害，这个手术只是能帮助手部韧带受伤且不能正常投球的棒球选手，让他们的手臂恢复原本机能，真正让他们变强的原因是在开刀后的复健，使肌腱及身体重新适应调整运动机制的韧带化过程，并经过植入物愈合早期、植入物愈合增殖期、植入物完全韧带化期三个阶段的韧带化和之后的肌力训练等等重要步骤。除了复健以外，还需要球员自己锲而不舍的练习，在经过这些努力和坚持后，他们原本受伤的手臂可以像以往一样继续在投手丘上尽情发挥。